蕾蕾的生日惊喜企划正式开始。今天有一个生日惊喜企划，就是大买礼物一天。耶，送礼，Go，乱买。这个是衣服好看，对啊，然后这个是头发好看，都好看啊，看不看？你自己决定。好可爱，有小鹅，好可爱啊！它这个蛮好看的，这蓝色蛮好看的。限定商品999，要配蓝色牛仔裤也蛮好看的。对啊，超可爱的，超萌。对，好可爱。对这个是樱花，樱花，2000，罐头猪，哇，好可爱！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哇，好可爱！我回来了，我要来开箱我的生日礼物有哪些。第一个，丽卡娃，反了，丽卡娃娃。来哦，加加加加！哇，它收藏起来很好看。你看它这个，就是美妆的主题。它这边还有附赠很多很可爱的迷你小化妆品，它很漂亮哦。美妆博主。你好看，你喜欢。第二个是鞋子，讲讲，白色的，很好看。超喜欢，这个是白色皮鞋，很好看。接下来是这个外套。牛仔外套，然后它是做粉色的，这个很简单的休闲时髦感，很适合搭配浅色的衣服。下一个是帽子，棒球帽，它属于素面型的，然后还有做撞色。前面还有这个小兔子，蛮合的，然后又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最后两个卡纳赫拉，这个是杯垫，然后是流沙坠，中间还有这个金色的。流沙，然后这个铜锣烧的图案很可爱，嘿，闪亮亮的，好美哦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洗脸的发带，它很可爱。讲讲。头上有一个小卡纳赫拉，
这些是我今天的战利品，几乎都是粉色系耶，鞋子上面也有粉红色哦。如果喜欢我的生日礼物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！咚咚咚咚咚。